呢？要插板吗？不用了，充满。你刚刚也都一直插着它，是不是？对。所以它是满的，满了就不会变插头。哇，你看不到时间。13:20。对啊，赶快滑一滑，又要回去了。再扣好。我这边很深，然后我才挂，就会整个人要摔倒一样。对啊。怎么都在滴水、欸？是啊，化了。对啊。零度。是有这么暖吗？零度加黑色化了。
山呢、欸？我突然看不见，我在左边左边。对啊。The crab shake， 螃蟹。螃蟹。呷不呷不？薪水
然后折下去啊。
想用力，所以我用大的弯啊。哦。不想直接下来、啊。你是不想滑的吗？拍一张啊，一点点太阳照到的。就在树后面啊，下面不是更好。我手机按到，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到处都拍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停在这儿。脚麻麻的，我大拇指跟食指是麻的，扣太紧了。
树后面啊。怎样？他都在树后面啊。会不会要去那个、啊、Unforgettable 才看得到？不想再去那了。那边风景 会不会比较好？再下去一点看一下，脚都很痛还是怎么样？你看我用一种比较费力的滑板，因为要一直刹车也很累啊。但是就那为什么不回山呢？我现在就有回山啊。没有啊，你没有很回。是啊，这边下滑也没关系。你要不要先啊？我挡住你吗？你转一个弯就要休息哦，是怎样？这个吗？就是这个吗？这个告示牌要往左吗？哪个是告示牌？前面不是有三个告示牌吗？没有，那个是超过了这样。树里面啊，那就缆车出来，所以就是告示牌左边走啊。那边可能超过了，不知道。有下。你要怎样？那里有柱子，可以这样横着过去吗？什么叫柱子？
那三根棒棒卡在路中间，我是说我们这边可以这样左转过去吗？理论上可以的。好，难道就是这条路？哎，我看到缆车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在树后面就是缆车吗？我刚开始没看到，现在看到，就是走左边就好。OK， 但是他们从下面转哎。什么叫下面转？现在有人两个人在那。对啊，就是这条路就对了。可以走了吗？啊？可以走了吗？可以走啊。可以走。拍照吧，这样就是全部了。对啊，我说可以帮我拍照吗？我手拿不住。嗯？可以帮我拍照吗？你要不要拍？拍一下，哦，累累的。那我们就不会看到台湾女生了。哦，搞不好她也换班了。嗯。那有点热。我也有点。大概再滑个两次吧，那时间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再往后一点点。再，好好好。横着不是比较好？啊，举手，会挡住他吗？不会。快点，有人。好的。换你。检查。算了，我要拖一下。我这样站着脚板也会酸，好酸哦。又开始爱抱怨了。不是爱抱怨啊，我是描述我的状态。我就是描述我累。因为有的根本它虽然顶看不是很到，你也把它切了呢。那个你要这样、喔？也没有啊，我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要怎么修正都可以。哦，这样站舒服多了。嗯，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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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哦、喔。小不拉几，这我就不想要有人嘛。来，这还是有人啊，看不到啊，是你看不见而已吧？我这个方位什么都看不到。哦，好，换你。你检查。那你要站着拍吗？还是你要穿着鞋子拍？站着拍就好了。好，那。我先去休息，全身冒汗。好。你要全身哦，全身我怀疑的。好，一二三。
一二三，横的半身，一二三，你会想要全景的吗？一二三，好，你要看看，你看 OK 就可以了。你自己看啊。好，很好。会吗？全景的还不错，你刚好拍全景的啦。哦，你是说 0.5 的吗？快热死了，我好热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都还没 0.5。 哦，我要 0.5 的、啊、其实刚没有 0.5 的状态下拍出来就快要到 0.5 了。嗯，你看最后两张才有，但是前面的就奇怪，我帮你拍的好像比较有又要掉了。好拍完了齁。嗯，好，还是要拍一张环景。环景对啊，我最烦恼的。你先走啊，因为我想要追上你。
欸，蛮久的，我们怎么花了四十分钟啊？
分钟怎么算的？坐上车看手表是1:25。嗯，然后现在，然后刚刚的上车是2:05。2:05。嗯，2:06。是两点吗？对，2:06。25到那个，所以花了40。好。我很惊讶，我们花了那么久。05再加那个，我们还甚至于还有15分钟的八分。好，那就安心。还要拖得更久是？不知道，应该是不会。你刚刚还不够慢吗？我是说以刚刚那种慢法。你还要再多慢？不知道，我很慢。我觉得来这边就都早上就撑一下，然后早一点11点去吃早饭，11点去吃午饭，然后就都比较休息，我觉得。哈。哈。这时间不太够了。不过早上也是我的错，我走错路，浪费了一些时间。
Thank you.
休息两秒我都没有，我就一直跟，就要累死我是吗？怎样？你赶时间啊？我没有赶时间啊。那你干嘛跟我拼？你不是很酸吗？因为我站着躺着，也没有休息到。你说你等我的时候？对啊，我站着的时候要挑一个比较不斜的角度，这样脚才会休息到。所以我在都在挑卧推车。才点半啊，滑得很快。会不会才点半？那这时候就有另外出彩了，这样。我看看。现在也已经28了。换路了嘞，接左边啊。对啊，就已经换路。你刚走那边还好吗 ？OK 啊。那旗子中间，那个棍子中间可以走？都可以啊。听到。对啊，走。因为其实我走那边跳了一下，我每次都觉得还好，没有摔倒。但是我会担心你啊，你还是走我前面好了。今天体力不支的是你。万一我在很空没有人的话，我就会安心的滑了。所以你讨厌我在前面，我就会顶更久。还要啰嗦啰嗦。
あれだけカービングでエッジを強くさせてると、その分スピードが強いので外力が強いので体の軸はこう内側に傾くんですけど、はい、今のようにこうベーシックに検定の波にベーシックにこう滑ろうとするときにはずらしながら滑ってるのが基本ですから、ほぼほぼこの斜面に肩のラインが可以帮我拍照吗？正しいポジション、はい、これがこのようになって逆らってます、はいはい、のでこの肩のラインと、はい、下上げながら滑ってます。で、右ターンですね。で左ターン、左足に重さが乗った時に早い段階で重さを乗せていく。そうするとターンの後半だけの強い。太阳照有没有很好看？他发光，对啊，虽然顶我们还是差一点。要等他们走吗？他们就走了。我要在哪里吗？我调掉了。好热哦。对啊。我里面超热的。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现在更好看。就是我下面，我看你要拍怎样。哦，一样哦。嗯，我拍不到你全身欸，奇怪。好，一二三，看我一点，你好像有点侧面。对，一二三，直的。一二三，三，好。好，看看，满意吗？你来看一下，等会看一下啦。不用了，没关系，明天还会有。天气每天都不一样。对啊，没关系啊。对，要拍就赶快拍。又要开始冲了，我的妈呀！要鼓起勇气。又要开始冲了，我要鼓起勇气。哦。应该也知道哪些地方要弄。没有，这下面就要冲啦。不然我冲不到。好热哦！好，那我把佛维拉低一点。其实，哦，不对啊，我的佛维根本没有围在我的下巴上，我就已经这么热了，救命啊！好热，走了。啊，我会慢慢的，我不敢从最顶开始冲，太可怕了。
是要35分。你尽力快一点也是要35分。刚有拍照啊？我没有。刚我们有拍照啊。但那才一些。那也要30吧。哎。白白一片，刚刚看到。
山。嗯，它有东山跟西山。东山的话，应该有好几条雪道。所以那天我们坐的车载的七个人，我们两个是贫民区的。我不是说穷人，我是说平民，一般老百姓的。然后先下车的两个女生是刘寿珠的，后下车的三个人是 Hilton 的。嗯，大家都好舍得哦。好，而且那个巴士也是贵的巴士。那个不是是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只有这个巴士了嘛。对啊，最便宜的是有那种来回只要4500。那是时间的问题呀、啊。对啊。下次你的飞机票就不知道贵多少了。没有，所以我下次要估算呢、啊。如果飞机票加贵一点，反而这个车便宜的话，哪个好？好啦，我觉得还有，如果要避开人潮的话，好，这个选择好。我觉得姐他们来 Village 会很辛苦，姐绿色他会吓死吧，连我们都快吓死了，然后他应该也会吓死。红线那边应该不大行。没有，我觉得绿的也不大行啊。那他要怎么下山呢？坐上去就下不了山了。红线那边只有在雪粉的时候，我觉得他大腿会很酸，他会一直劈洒，他会劈得很累。搞不好他可以滑得比我还慢。我今天也已经在用那种方式滑，那种侧滑法那边滑。我只是没只差没有发字而已，但是我不是在滑雪，我是一路在刮雪。你都没有帮我拍，因为我没力气拍这，我在你后面随时都可以帮你撞飞，我有自知之明。你可以站在下面回头看我滑，你也没有。
很尴尬的是，他车不是最晚到三点吗？但他说这个道路的闭锁是3:15。什么车子？这个道路的闭锁是3:15。那你是要怎样？我3点才坐车上来，你不是？巴士没有那么早的。不是，我在说这个道路的闭锁是3:15，你知道吗？这3:15的话是要怎样？3:15还 OK 啊。我是说，如果我坐三点车，刚坐12分钟，我上来已经3:12了。我3分钟怎么走得完这条路？他应该没人那么早，我等下时间锁了，太死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他们回来，我们回去。有想尿尿了，你嘞？有，刚刚好像有稍微犹豫一下，多少吧。你是说刚到上车前？对啊。那你刚来不及啊？时间很够，但是我觉得想想算了。嗯。喝太多饮料了，啊，喝得真舒服，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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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喝一大堆。换边哦，那我也来换边。哇，哎，手有摆动有比较好哎。都这样吗？哎，有让我前进的感觉。但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是啊，右边可以吗？右边，我们跑。
是红色、啊。对啊。就是左边跟右边。开始，开始。哎，还好嘛。爬的比较，对，过来过去那边爬的比较少，刚刚跑的比较多。但是还好、欸，那个刚以为会累死，就这觉得还好哎、欸。自己偷偷小休息。没有 ，biu biu biu， 被风吹走了吗？不知道，那边都压过的啊，那边都有线，压过，还有一点点结冰倾向，但这边没有结冰倾向，表示这里没有零度以上。嗯，让我说一下。哦。哎，要帮我拍一张照吗？这样子好漂亮啊，颜色，我拍一张。往哪边？往，我有在拍树啊，亮亮的，漂亮。好，我觉得很漂亮啦，这棵树跟后面的光漂亮。太阳在后面，什么在后面？太阳在后面，它这树的后面是不是？没有，太阳在屋檐。对，就在后面有个圆形的，不是吗？我看到了，不是吗？你先啊，还是要拍拍我们这边的今日，你走开。对，今日的我们这边的羊皮山。这人要进去吗？不用吧。要吧，你帮我拍。这什么就说帮我拍。有。因为用全景。还要看到蓝天哎、欸，看啊，太阳在那儿啊！你要偷拍一拍就走了，拜托你拍两下就好了。等会再剪，等会再剪，我再来帮你剪。哎、啊，你就故意都掉地上啊？我不是，嗯，我说要帮你剪用，你就故意丢地上。不能动，你再下来一点，下下下。哪里？你要横的吗？都可以，横的、直的都可以。你都来好了，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好，这边。你是不是按到二啊？没有，不是二。二的话就不用退了，好不好？二就是要退啊。哦。0.5才不用。没有，完全没按到二、啊。好，可以啊。哈，我还没有好哎、欸。好了，好，我帮你剪啊。你要剪刀？好，我剪。我操！答应你，我要帮你剪，我就会帮你剪。但是有点难。现在太阳才更大，好吗？我差起来，你还要吗？我看一下，你说现在亮起来。好，这样就好了。我可以用 0.5， 我不喜欢 0.5， 因为会变形。
要移哦。0.5，因为会看情况，有时候拍起来人太那个又变。